来了，家人们，来个龙头。哎呀，过瘾。感觉没啥吃的里面。高姐，给高姐，给高姐，大扇贝，哇，扔他，死包子啊！先把死包子拿下来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哎呀！超级肥。我跟你说，大队长让我抓好几次，让我去，不要害怕，我还是不敢。嗯。有没有不沉的？爸爸刚刚的那条短的抓起来，短的，哦，是有一条稍微，那刚刚那条也不小，是那个稍微有海螺，这么吃才过瘾。还有红包，哎哥们，还有红包，这里这里，新进来哥们去参与。扔他！我敢抓泥鳅，是因为那泥鳅小，那泥鳅小，那个塘里面的那个，把竿拿下来。这塘里面还没有。鼓掌就是了。谢谢我向总的大红包。感谢我向总的啤酒红包。皮皮虾红，哇，谢谢孟哥啤酒，哎呦，太服了！这个泥鳅我以前不敢，然后最近就是慢慢还敢稍微碰一下。哎呦，哎呀妈，这吃的有点邋遢了。比较狰狞，我比较怕，不那么大的。过瘾。